如风说梦幻，八卦天天看。一，紫禁城五宝林止步16强。208连服战16进8的比赛中，沂水雪山与紫禁城狭路相逢，雪山算死紫禁城上五宝林阵容，直接开云阵上了四宝三刀大唐的阵容，双方打满两小时，最后时刻紫禁城被点倒两个人，无奈止步16强。二，西栅老街止步8强。本月服战，西栅老街携带了2500万的超高战神，在八进四的比赛中，他们的212阵容遭遇到了屈服孔庙的五宝林阵容，双方打满90回合，最后时刻西栅老街的林波城被点死，输掉比赛止步8强。三，轮总谛厅一回合秒12下。本月服战，余岛轮总的七轮车谛厅堪称是服战宝宝当中的 MVP， 16进8面对夫子庙，这只谛厅秒了9下单杀了对面化生，四进二对阵珍宝阁，这个谛厅更是一回合秒杀12下。四，珍宝阁止步4强。本月服战，珍宝阁携带了队史最高的1900万战神，团队老板和指挥们更是在北京聚会，他们在四进二的比赛中，一手四宝花果山阵容被余岛的国标天客指挥呆瓜一通猛烈冲刺，只用了24回合就赢下了比赛，